艾德啊，你好。佳丽，你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亲子心的节目时间里面呢，跟大家谈谈，我们熟悉我们的孩子吗？还是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觉得哇，好陌生啊？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亲子心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边呢，跟大家谈谈，到底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有多少？到底我们的孩子愿意我们亲近他吗？今天这个题目呢，可能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天天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怎么会变成陌生的呢？也许在肢体上我们很亲近，在一个屋檐下，每天都见面，每天都打招呼，可是在心灵的距离上，也许有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对吧？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都会想到啊，有时候我们夫妻呀过日子，一年一年，是不是这种情况？对对，其实呢，跟孩子呢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爸爸妈妈太忙了，觉得孩子衣食住行都不缺，但是没有想到孩子心里有很多的变化，孩子在外边也受到很多的冲击。这个时候呢，可能孩子呢在心理上就是渐行渐远了。然后到你有一天发现了，想要再追回来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已经觉得，怎么回事嘛？又来烦我了，是不是？对，那佳丽，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这里呢有一个案例呢，让我沉思良久。这个是一个妈妈写来的，她说啊，我和丈夫呢，常常都是在内地工作，内地就是中国大陆了对，哈。就是香港去内地工对，作。她说，儿子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开始呢，一直跟外婆一起住。那他进了一所不错的学校，外婆主要照顾他的生活需要。外婆年纪大了，那功课当然就顾不来了，对不对？他说，近几个月呢，我在香港，我比较多时间在香港，我就发现我这个孩子呢变了，态度很差，很霸道。我送他上学的时候，老师就透露，他去年欠交功课的次数是非常严重的。然后这个妈妈就说："我决定留在香港，我来照顾他。发现呢，这个孩子有很多问题，他只是把有兴趣做的这个功课呢写在手册上。妈妈根本完全不能够相信，读中学了，功课只有这么少吗？到他第3天再查他功课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竟然跟他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走啊？要不然我自己走。"听了让父母肯定很寒心。很寒心，他说对他的打击真的是太大了。然后这位母亲非常的紧张，也很难过。然后他问他说：“我和孩子可以重新建立关系吗？”这样子的案例让我们看了之后会觉得这样的家庭很多，像我刚刚说的，孩子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陌生了。是啊，我从这个案例呢可以看出，就是从小朋友的角度来说哈，这个孩子他的人生突然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动。为对，什么呢？父母离开他到外地远处去工作，不能够常在他身边。那么你想想，以前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是一个样子，现在呢？父母去得远了，然后让外婆照顾，这生活完全就变了。对。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逼不得已也好，或者说主动选择也好，有时候我们的家庭生活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动。对，像这种孩子，我相信他从5年级开始一直很寂寞，对不对？跟着外婆一起，也许吃啊、穿呐、冷暖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外婆毕竟年纪大了，外婆毕竟很难有这么多的体力可以陪着这个孩子一起玩、一起疯，是不是？肯定在这个谈论的话题上啊都不一样，对。因为外婆的年纪和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对，这个之间的鸿沟怎么去
对，不只是一个代沟了，两个代沟了，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他寂寞了很久。当时爸爸妈妈有这样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权发言说你们不要走，或者是总之是他觉得自己也很无助吧，对不对？所以这些个是积下来的，不是一天发生的。如果这个妈妈现在的这种紧张感呢，我那么紧张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得到，但是这个结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开的。对，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天结成的。对，那么这个解决的过程呢，也不可能一夜就完成。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母意识到呢，跟孩子分离的太久了，现在发现孩子呢感觉到好像是一个陌生的孩子哈。对，他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的需要人指引他，在功课上关怀呀，敦促一下，结果父母都不在身边。那么现在他回来之后发现孩子呢有自己喜欢的功课就做，不喜欢的肯定就成绩差得不得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关系疏远了。对，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关系重新的拉近，非得下功夫不行了，而且需要很大的精力和时间。那我觉得以我的看法来说，既然这个妈妈她也知道啊，几年下来孩子变成一个这样子陌生的孩子，也是自己和丈夫对孩子的疏忽，那也许生活可能是很艰辛，逼不得已他们要远走他乡去讨生活，对不对？但是孩子他自己一个人可能真的是孤军奋战了好几年，然后慢慢的他就放弃了，对不对？然后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他自己去面对，需要他自己去解决，然后慢慢慢慢他就整个人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不做功课又怎么样吗？可能是一种这样的心态。然后他跟他妈妈的说话这种方式呢，你什么时候走，也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怨恨的一种发泄吧。对，他可能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在身边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对，反正外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对，所以这位母亲一定得想办法跟孩子呢多花时间，而且有共同的一些项目啊去做。对，在孩子对他已经产生敌意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很不容易，但是还得必须得去做。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谈当初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个决定要去远方去找生活去工作，要跟孩子说清楚，同时呢也要切实的跟孩子道歉。因为应该照顾你的是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没有照顾你，把你放在这里了，那我们有很多的疏忽，我们有很多让你难过的日子，让你不容易面对的境况，如果是真的这些事情呢在你的心里面呢结下了一些个怨恨，觉得爸爸妈妈不爱你不关心你的话呢，那我要郑重地跟你说，我们很爱你，也希望你呢原谅我们，那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还是亲子，对不对？还是父母跟孩子，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好不好，再给我们机会，我也给你机会，你也给我机会，我们重新建立这种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步一定要做的。有很多佳丽啊，我要跟你讲，就是刚才你发自肺腑的讲这一番话呢，我感觉你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母亲的角色。对呀你这番这个向孩子表达的这种爱意和歉意呢我都能深深的感受得到。 对，我也希望假如我们的电视机旁真的有观众父母呢面临着类似的情景，他们能够从你身上呢都学到就是刚才要对孩子说的这幅画。对，我觉得没有办法，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补救，不能够再重回几年前重新过这种日子，对不对？但是现在开始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爱他的。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他能够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名校也好名牌也好，都不能够取代父母对他的爱。
那你在这个时候，在他这个青少年的时候，这个反叛期也好，成长期也好，你告诉他，我爱你，我还要做你的妈妈，我还要跟你一起走以后的日子。我相信小孩子会，他的心会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会去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女儿可以这么亲哈，可以这么亲，你看到的我们是真的很亲的。她那天跟一个阿姨说，她说我跟我妈妈是好朋友。那我就觉得我常常我愿意跟她讲我这种的肺腑之言，妈妈希望这样子，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朝着我们的希望走，好不好？我常常会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有力的，对父母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哈，你的女儿等于从日本转学转到了香港，对，那么这个生活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能够迅速的在这个香港的社会融入进去，而且成绩听说也很不错的，还好，那还么都好。跟你的努力呢是分不开的。其实，佳丽，你应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每个星期有那么几天早上是怎么样跟你的女儿啊，去学校的？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女儿的学校比较远，她从家里面到学校的话，可能要1个半小时以上，甚至2个小时。早上她自己要走这一段路呢，真的很远，6点多就出门了。那我上班的话呢，我其实可以7点多钟才出门，7点10分才出门的，但是她呢，6点10分就出门了。那为了不让他自己一个人觉得那么辛苦，自己孤军作战，每个星期5天上班里面，我有2天呢是刻意的跟他一起早出门，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一起坐车，坐很多，倒很多车，然后在车上呢，我们就可以谈心，就可以谈心，然后聊很多我们彼此的一些个看法啦，然后还有就是。学校的生活，他对朋友啊、老师啊一些个话，他想告诉我的，我也会听。然后我自己想要告诉他的，也借着这个路程上的这1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讲。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用。当然了，有的同事看到我很辛苦，会说：“哎呀，真的辛苦你，那么早要跟他一起出门。”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需要花上的。因为他自己来到这里呢，他也有很多不认识的东西，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我一定要陪他走这段路。那么，当他过2年，他全都熟悉了这个城市、这个环境的时候，我相信我就可以不陪他，而且那个时候，他也可能不需要我陪他了。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愿意往前走一步的话，我们的孩子会那么的高兴。而且当然了，我也刚刚你说到我女儿这几个月的成长，这半年的成长，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我很感谢上帝。很多人的祷告，还有我跟她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力量托住我们的。非常的好啊，你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其实你的这些做法呢，就是来信的这位母亲应该采取的，对。多花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当你愿意花时间，在别人看来，哎呀，比如说陪自己的孩子，提前1个小时就要出门去上学，浪费了时间。而且孩子都这么大了，已经高中了，高中了，你陪着他去，而且来回这个路费啊等等，很多人都觉得是浪费，但是呢，你不觉得这是浪费，你觉得是值得的。而且你看到了这个投资，你这种感情的投资的这个回报，那个就是女儿呢，对环境融入得非常快，而且她没有一种被孤立、被抛弃的感觉。他在学校的成绩表现得也就很好，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首要的工作，我们作为父母就得对自己的子女很负责任，愿意牺牲我们的时间。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香港有很多的人呢，都愿意到北方，到内地去开厂，或者是找其他的工作，就是说呢，
只要那里的机会比香港的还好，他们都愿意离开去那边做，但是又不想让孩子呢离开香港的这个教育系统。对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说实在的，虽然在内地或许他的商业机会多了，嗯，但是他的家庭的这种亲情的机会却减少了那么多。 对， 对，很可惜。对，如果我们在外面赚了很多的钱，回到家里面确实不和，儿女对我们很冷漠陌生了，那么赚这些钱有什么意义呢？是的，其实父母愿意走出去，他们也需要一些决心。他们可能会想啊，我能够有好的收入，可以让这个家里面的人孩子啊或者是妻子啊可以过得好一点。但是其实啊，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我想一个孩子婴儿的时候需要我们照顾，但是呢青少年的时候，像这个小学五年级到上初中这段时间，他那种精神上需要的支持呢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常常说青少年很反叛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那种判断，然后给家里面带来很多的不愉快。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像初中生的时候，他很多惧怕。嗯，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孩子有很多的压力，很多怕。因为什么呢？小的时候怎么样的话，好像都是爸爸妈妈能够帮他去处理的，爸爸妈妈说考这个学校，然后让他怎么样读书。可是到他中学的时候，他开始要独立，他觉得他自己应该外形上像一个大人，可是心智上他没有经过这么多的磨练。然后呢，他也有很多害怕的地方，譬如同学之间应该怎么样相处啊，有人恶意的对他攻击的时候，不友善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对待呀。还有就是做功课学习的压力，从小学生一下子到中学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课业的压力，还有很快学校一直在跟他们说要考大学了，你们一定要考到一个好的大学啊，你怎么样做你怎么样做，很多这些压力的话，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应付，怎么样处理。这个时候没有我们做家长的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选择，你只能在他身边告诉他应该这样子，或者是我们试一试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根本没有选择，对不对？对，你除非你就是说不管他，让他自己来，那么自己来的孩子他心里面的那种压力他就会发出来，发出来的时候就让你们做父母的呢觉得很不愉快了。嗯，孩子他需要一种安全感。对，他想知道呢，就是在他人生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父母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对，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想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多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香港的父母呢，太多的就是夫妻双方都去做工，对，以为可以赚双份的工资，嗯，才能够买得起自己的房子，嗯，然后呢给孩子好的受教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呢，很多这样的家庭夫妻都没有时间陪孩子，然后孩子呢都是请佣人，对，外籍女佣来照料，那么孩子一下学送补习班等等，最后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说，你请个佣人啊送补习班啊这样的费用真的也不少。那么最宝贵的就是说呢，把这个亲情和时间给浪费的太多了。当然了，你这样分析的很对，可是就是说香港确实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环境，就是这里真的是竞争很大，而且呢物价很高，还有呢这个是已经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香港地少人多，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的空间真的是很狭窄的，很少的。然后呢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太稠密了，所以人呢就会常常看到别人啊，他有的我也应该有啊，他能买这个我也应该可以去，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社会环境攀比的心，攀比的心态就出来了，因为太容易接触了嘛。如果是你说在一些地区，在一些个比较偏远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大，他们家怎么样过日子，我们家怎么样过日子，可能彼此并不知道。嗯，所以是不是这也有一个原因呢？变成在香港，大家一直在往前跑，往前跑，停不下来，因为总有一个目标定在那儿，然后要追啊追啊追啊。嗯，我觉得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物质的社会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怎么样保持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心态，来平衡我们的事业和家庭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对，这个时候你说到这个信仰哈，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好，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然后有些家长他也是非常愿意为家人牺牲的，然后就选择了北上去工作，然后多一点收入可以支援这个家庭。在这个时候，基督徒的这个信念就应该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返璞归真，我们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我们可以尽量的把生活过得简单一点。那我知道艾德在这方面呢，其实你是非常有你自己的这个自信的，也有你自己的价值观的。你和Lisa 两个人都尽量的选择简单的生活，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简单的生活呢挺好的。你比如说从使用手机方面哈，嗯，我使用的手机呢都不是月费，嗯，我使用的是充值，嗯嗯，那么充值几十块钱呢，用半年都足够用的，哦，嗯嗯，为什么呢？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上了班回家，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特别的地方，嗯，一下班呢就想着，哎呀，早点回家呢。跟自己的妻子孩子见面了，特别想着孩子在家里等啊，嗯，要跟他玩呢，等等，就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两点一线的这样的生活。嗯，我觉得从这一点呢看得出来，我自己也深深感受到，就是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呢跟家人在一起呢，你就会越欣赏越愿意在一起。嗯，那么孩子他也对你，他也看得出来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你给他带来乐趣，他也一有时间他也会跑过来，嗯，跟你围着你转呢，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挺幸福的感觉。我知道你跟你儿子很喜欢过一些个户外的生活，骑脚踏车啦，然后去大自然呢。其实这种生活真的是消费不高，但是呢很有质量，对不对？这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你自己选择的一个亲子的时刻啊。嗯，就是看着孩子玩耍，嗯，陪着他玩耍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到那个公园里面哈，嗯，到河边，我的儿子可以捡小石头扔在河里面，嗯，几十下几百下，我就坐在那里看他玩得开心就好了。嗯，所以这就是一种沟通，他也知道有爸爸在身旁他很安全，他就在那里自己玩，捡一些小树枝啊，嗯，等等的。反正简单的生活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感情，有感情在里面，这是而且还有可以提一提你的妻子，因为哈他也会很会做饭做菜的，是不是？所以你们家就是不是说很崇尚要去吃什么馆子啊要什么的，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金钱去追求这个口腹之欲，还有要去跟人家挤，而且要吃的一些个未必是我们身体很适合的一些东西。Lisa 很会做健康食品，是不是？嗯，对，这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确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基本上我们是很少很少出去在餐厅里吃饭的，嗯，一般都是在街市上买来了原材料哈，嗯，新鲜的蔬菜呀，啊，等等自己回来做。嗯，我觉得
一家几口人呢吃的肠胃都很舒畅，都挺舒服的，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富贵病啊等等。从这一点上，我感觉到简单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福气。包括圣经里都有这样一句话嘛，就是说哪怕是在家里面吃粗茶淡饭，只要一家人呢和睦，都比去那个吃这个山珍海味呢，家里面充满了争吵这样的家庭要好得多。所以简单的生活只要有爱，这才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对，说到我们做家长的，更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孩子也许他不需要名贵的房车接送他上学，他不需要豪华的大宅让他住在里面，但是他比这些个更需要的就是爸爸妈妈的支持和爸爸妈妈那种爱的流露。对，就好像来信里这位母亲一样，他既然意识到他跟孩子之间产生的由于距离分开的时间太长产生的这种陌生感了，对，他就要积极的去陪孩子，包括孩子补课啊什么他都应该陪着孩子。是的。然后呢并不是说到街上买东西来弥补自己对孩子的亏欠和内疚感，而是说呢跟他谈心，经常的谈，把自己心里的话呢这种爱意和歉意呢用言语表达出来，表示对孩子现在他的这种愤怒啊不理解，我接受，我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原因呢其实不在于孩子，而是在我们做父母的。我相信坦诚的话，孩子会对父母呢产生一种等于说一种尊敬感，对，知道父母呢愿意为自己的错认错，那么相信时间会弥补他们的关系的。还有更实际一点的方式，我觉得呢就是说要把那个孩子的自信心再建立起来。那么你想他妈妈说到他可以考进一所不错的中学，对不对？可想而知这个孩子是还是有潜力的，有潜力的。他现在的这种自暴自弃呢，这种霸道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发泄。然后这个母亲呢要真的要着手，非常实际的着手说，你是可以的，你当初可以这么棒，你今天妈妈在你身边一起陪着你，你会比以前更棒。我相信这样子的话，这个问题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亲子关系是可以重建的。各位观众朋友，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亲子心的节目。那么呢，我和艾德在这儿呢也愿意邀请您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什么提议，或者是您很欣赏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告诉我们，让我们从您那儿得着最大的鼓励。好，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亲子心节目，下次再见。